说、嗯、儿子啊，或者说你怎么是现场这么欢乐、啊嗯、干嘛，也是大家因为很熟了嘛、嗯、所以很快乐，嗯，蛮开心的。 嗯， 嗯，程毅是想把姊妹撂倒吧？都说沉香如屑是部大虐剧，谁成想花絮里的杨子程毅却贡献出了一部小甜剧。众所周知，杨子与程毅是难得的多年老友，六年前两人都还不是大红大紫的大明星，是因为合作了电视剧《青云志相识》，在剧组志趣相投才发展成了好朋友。杨子程毅不仅这么多年没有断联系，还从此便约定好了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。如今两位好朋友再度合作《沉香如屑》，身份地位已经与往常大不相同，就连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杨子恢复单身后，程毅不再唯唯诺诺一味腼腆，这让许多看好沉香夫妇的网友们倍感庆幸。在沉香的剧场里，因为情节需要，程毅与杨子甜蜜地打起了雪仗，互相朝对方扔雪球的样子太美好了，但这一切的美好都直到导演突然喊卡以后截然而止。